sorry。吃一个吃，直接吃了。大家午安，嗨QK。结果就 QK， 好吧。嗨 QK， 嗨怎么吉，嗨洛克，嗨袁逸金，嗨杨雄，嗨大家，嗨谁人，嗨 CC 凌晨，嗨 WW， 嗨全霸，嗨 Darth Vader， 嗨 CHI， 要哭了吗？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哭啊？我吗？我吗？嘿，饿哭的话差不多了。我早餐在这。嗨，月恒，嗨，林果，嗨，天后思涵，嗨，秋日红，嗨 ，Lex， 嗨，伟，什么胖？嗨，鹏鹏，嗨 ，CHA， 早安，嗨，海豹。大家午安Hello 闪光阁小 Hello 艾萨克，可以示范一下我什么意思？不要Hello 庆，快要没有人还没改回去。谢谢海豹的文手礼。你知道从侧面可以看到手牵手那套肉几寸吗？我知道，可以不要讲啦。我知道，不要讲出来。Hello， 未来 ，Hello， I love， 不是 love， 什么 joke？大家都知道了，心里知道就好，不用说出来。Hello 一二一八 ，Hello 妹妹小子 ，Hello 坏坏哟。地图上的宝箱啊，我在直播，我没办法抢。Hello 新月倩 ，Hello 啊。很这是很吗？对，这是很 Hello 奇巧，奇如巧999会在身边。Hello 大家 ，Hello 雨楠，谢谢艾莎克的缘分相遇，还蛮有值的关系。山顶看很苗条，我这次有瘦吗？看起来。哈鲁，谢谢心雨倩的缘分相遇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见这样的面，不要娶你 ，OK？ 看来看不到世界遗产，绝对哭了，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大家。哈喽，谢谢相爱的缘分相恋，谢谢波奇的缘分相遇，有瘦对吧？耶 ！Yes， 减肥成功，虽然也不是减肥，只是一个就是对。下次公演见，这是真耶！之前太胖了，持续难过，不难过。不要难过的家，你有个朋友长得跟我很像，真的假的？是谁？他是谁？有没有可能就是我？你是我的朋友吗？好后悔没有买到昨天踢足的票，没事。品尝寂寞，边品尝寂寞上边上班。未来开直播。对啊，我直接从研究生变成准毕业生，
这个月直接确诊 ，No， 你还好吗？天哪、啊！只是一天少吃一顿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在直播不能玩国吗？可以啊，只是因为我现在玩国的手机正在直播，我另外一只手机忘记充电了，可恶！巅峰是 MV 的时候吗？差不多，可恶，超胖。MV 环节说零食柜那段超生动，欸，我真的第一次觉得我的 MC 很不尴尬，也是有啦，就是比较有在活动一点。好快好快好快哦，圆圆好快哦，第一次那么快。今天会好好支持，谢谢。新家找到了吗？还没。期待电影上映，下次公演见。我没顿了，真假的？感谢在毕业之前让我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要打我！让我们让爵哥从王国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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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真的没关系耶，真的没关系啦。下个月公演也是五个人嘛？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我不知道哎。我现在好看吗？是不是还好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希望可以到，希望你们可以来。我才没有哭，哈哈，没事啦，草莓。没讲，起码 FB 可以用电脑模拟器开吧，我没有绑啊。是六日吧？我不知道。谢谢。没见那么素。你昨天第一次看公演，真假的？哇，你直接看到了最重要的一场。你是 Anti？ 为什么？拜拜。你就是，就是你，我们都认不出谁是谁。昨天好早睡，欸，我真的睡耶，睡到爆。忘记问我的 MBTI， 我的 MBTI 是 INFP， 我是调停者。第一次就看到 B， 对啊，你直接看到。昨天有人哭到被 staff 搀扶住，真假的？天啊！真的假的啦？什么没事是大事？没事啦，对，我也是调停。毕业典礼，对啊，第一次参加公演就遇到这种事情，直接 PTSD 耶！我天哪，以后会不会不敢看公演？哭到过啊！天哪，谁啊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他现在还好吗？那毕业之后要跟爸爸领证吗？要。下午场，下午在现场就有人痛苦了。P 组呢 ？P 组呢？皮卡布呢？还好吗？已经不敢去了。平安推啊、哦，有点阴影，要搬出去一起住吧？还在想。在找房子，今天都没心情上班了，没事，靠近配偶，配偶来 ，no， 爸爸很认真问你，问我吗？你说领证，那是之前问的，他之前真的是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在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，maybe 啦，然后可能我们在聊天，然后就聊到，
我忘记聊到什么，反正他就突然问我说，还是我们就去登记，但是我们不讲。然后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就是需要用身份证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发现我们配偶栏里面有对方这样子。我想说你有什么问题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。昨天有种紧张的感觉。哎，我声音还没有醒来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没在现场都哭惨了，真的假的啊？还是以后要去山里看是不用？还不确定啦。毕业后想做什么？毕业后的事情，毕业后再说。哎，虽然晚上场没跟到，但那位是平安特没错啊。求婚早出呀，毕业以后就可以去结婚了。有没有可能毕业以前也可以？搞不好我们现在配偶栏现在已经有对方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只是我们说我们没有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参加周五晚上做左区，就在后面看我们。行，好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还喜欢这次的演出吗？见证人找小晴一家，哎。也不是不行，刚好两个人。谢谢，你没发现我声音没事，没事，我声音没事。所以真的可以不行，别闹，别闹。我记得我身份证有收好，好不好？身份证拿出来，不要。印象深刻的演出，嘿嘿嘿嘿。太深刻了吧！天哪，我们第一次一个月一组两场，然后就宣布毕业这样子。真人版我推，不不不不不，真人版我推很可怕哦，会出事情哦，出大事哦，更大哦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合作，因为你们很多人提前知道，所以都跳得有点心在焉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还好，真的是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正在暖身。嗯，啊，其实也不是有些人啊。应该说所有人都知道，很多人跳错走位。谢谢老沙的荧光棒。应该说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。四肢的去向还不确定，大错，真假的，谁啦？是不是我？是，狮子给你干嘛？昨天就有一股诡异的氛围，跳跳开始哭，太刺激。有人哭特别惨吗？成员倒是还好，小三美玲吧，就是舞台上的时候啦，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一段爆。他跑来抱我的那一段而已，其他时候倒是还好。こんにちは。其他时候倒还好。隔壁有人从第一首就开始哭，真假的？那段他在最前面，没人能看。哇，天哪，心情复杂的感觉。但我想说，你们不是。还蛮多通灵者的嘛，感觉多少也能猜到的吧，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选择之类的。 I don't know。 やっほー、公演お疲れ様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汪最后也是哭很赞。对啊，我想说汪同勋怎么会，汪同勋耶，汪同勋主歌都没有哭了。
怎么会？能猜到，但不代表能接受。预言家都希望自己算错一次。唯一没有通道的就是一家跟琪琪，其他都有通道，是吗？很厉害，也是很厉害。通灵归通灵，难过还是会。他千秋，对啊，他千秋那也没哭啊。汪同勋，结果他昨天哭哎、欸，我吓到哎、欸。而且后面我们回去之后发现我们经纪人也哭哎、欸，我吓到哎、欸，我想说哇，怎么会？太多人走了，多少难过。是不是要变冷清了？是。既然通道是会分配，该不会还有吧？我不知道。很多 staff 有哭吧？有听说啦，但我实际的我没有实际的看到到底是谁哭了。真屁。说到通灵，昨天早上看电影，我在时间尽头等你。哇！突然通灵。卒業まで応援するよ。変わらない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在在听直播，会比三是真的。不要这样。宿舍上的小情，对，就是。走了，姐姐不会失业了吧？不会吧？我们还有二期、三期，未来还会有四期，我们还有一些一期还没有走。礼拜天很开心的到，就有人跟我说，反正今天一定会选，真的假的？一边拍一边哭，哦，姐姐，真法把直播过，还真的假的？舍不得。老实说，我也真的是，我也是。真的挣扎很久哎、欸，但我不是挣扎，真假，挣扎最久的那个啊，拜拜，上班加油，认真上班，怕播超晚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想说，怎么会播这么久？真的、哦。一脸我都在山顶，会更他们青春的。今天直播不是说过在犹豫吗？对啊，我犹豫完了。谢谢四季的雪晶四叶草。応援するけど、私は何もないんだけど、大丈夫です。心つな。はい。その応援するの気持ちが。あるだけで十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、希望影片出来之后不会崩溃。怎么决定了这个选择？欸，我今天没有打稿啦，我今天没有打稿，我会乱讲话，也不是乱讲话，我会就很乱。今天是一个没有打好的状态。谢师姐，谢谢草。对啊，他们播的时候我在，但我在旁边，我在玩游戏，哈哈。后面粉粉要哭，真假的？请你即兴发挥，没有办法。你睡着了，搞什么？会有花絮在 YouTube， 不行。谢阿成的带你去流浪，不行。谢阿成的带你去流浪。啊，我没有打，没那么久了，久了有点。
最近正月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水晶蟹草，谢谢李叶玲的相遇，才要听诗呀，要听成诗的。谢谢我们小号小号行李箱，谢谢思琪的分享。这个月，谢海豚的缘分相遇。对啊，我已经拖到期限后了，因为就真的很难啊，就是，好啦，大概反正大概就是说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AKB 嘛，就是你们知道的，然后也蛮享受就是每一次的表演，然后也很喜欢就是很喜欢什么，对，我是压现在哪有躺着转呢、啊？全把花絮out of 40，谢谢四季的缘分相遇。对，就是，对我真的很喜欢嘛。但而且我在就是在要做这些决定的时候，就是身边的人都会说，就你其实蛮适合的啊，你感觉再继续做一下，可能就可以再多达到一些什么成就之类的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叭叭叭叭叭，更多机会啊什么的。但以我个人的想法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在，我真的没有打稿，怎么讲？谢谢浪客小号小号行李箱。反正就是呢，哎，也没有被，也是有那么一点嘛。毕业快乐，谢谢。也是有，但上面那个也是有。请假眼镜，哎，谢我，谢谢浪客缘分相遇，应该可以做的事情更多，是的。理念不合，对，理念不合，没有啦，有一点点不合，再加上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我没有想要多大的，怎么会有消息？我没有想要多大的成就，我不想要，也不是不想要，我没有特别想要，就是可能 maybe 做某一件事情做到我真的非常的专业职业，甚至是就是把它做成了我的主业，怎么说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没有想要很大的成就，就是我想要，反而是比较想要再去做更多我没有做过的事情。而且老实说，我之前很犹豫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，是你们欸。然后对，所以就所以什么？我要说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说什么？
对啊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，所以我很怕，我蛮怕，就是如果再继续，我觉得我之后会更走不掉，You know， 你们理解吗 ？You know， 哎，我没有准备卫生纸，等我一下，嗯，算了，算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会走掉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而且就是在前阵子吧，就是 maybe 你们已经有一点小小的那种通灵到，就是说。可能 maybe 大家的时间已经没有时间都听起来超像超奇怪的，就是可能我们在这边的时间已经不多，离全部日子可能也不多，离决定的日子可能也很近了的时候，你们都会就是自己跑来跟我们说一些话，对吧？自己承认，自己承认，对，所以就更对。对啊，所以啊，在门外。想说，如果电影有钱上映，至少有代表作的意义。没事啦，保护费还没缴，快缴！谢谢秋日红的告白气球，却在意料之外。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会告诉你的人吗？嗯，原本觉得这次上选拔一定会成这次成，我也觉得会，超直接，我也觉得会，但是没有，或者是说未来吧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哎、欸，我哪会？我是会骗人的，我哪有骗人？我哪有骗人？什么情乐仔？再拖就不好了，对。谢谢阿平的金优女哟。啊，不哭，我怎么了？下个月十一号搬家 ，no， 加油，再次选拔，没有了，来不及了。漂亮的女人都会骗人，那我会骗人，记住。我哪有欲言又止啊？我谢谢你们，我真的谢谢。我真的谢谢，就不要到时候最后一天给你们升格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不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继续待了？为什么我会毕业？还是你意思是你不是漂亮？我是。有变化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变化，我还是有上选拔、啊，我有上选拔、啊，不是那个，不是，我是真的谢谢你们。我刚讲的，我才想到，我谢谢你们，真的很乖、欸。还不确定。对啊，最后才生真的是没关系，生日会。年龄会回日本，有他有说他可能今年底会回日本。对呀，干这事，真的谢谢你们哎、欸，哼、嗯，
什么时候决定的？跟法法有关系吗？跟法法没有关系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他年初就说了，真的假的？好啊，说要去日本留学而工作吗？啊，我不敢出国啦，我不敢出国。结婚记得发，不会，我不会跟他结婚，或者是我会跟他结婚，但我不会办婚礼。对啊，我要先有钱，我不敢，不敢出国。谢谢亲，好华丽。哦，好吧，那可以跟谁？美玲四周年演唱会后的直播就有说了啊，真的。百合 UNIT 和美玲一起去日本发展啊，可是他在福冈哎，我不想去福冈哎，还是他会去东京？挑，那跟你结婚好。哈鲁 OK， 哈鲁的话当然 OK。好喜欢哈鲁，好可爱哦！但是哈鲁真的很抱歉，老实说，其实我最后真的没有听到你喊什么，我听到你很大声，我有听到你的声音，但是我没有听到内容。对不起，先烧，不要烧我的城啊！拜托，拜托了。拜托你了，福冈不好吗？福冈好远。要跟爸爸结婚吗？呀，傻眼，为了其他成员来，日文那么好，不出去磨练一下吗？我不敢。六六六六六六，对，没你们生气。其实我也没听到，有听到声音，听见了声音，听见了声音，但是听不清楚内容。而且因为就是也有很多人正在就是大喊啊，但是谢谢你，就是先谢谢，看到了你对我喊了一些什么，但对不起，啊，告诉我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哈鲁！不敢，我是说出国长居的那种，是旅游还是可以的。可爱，你们也要幸福。毕业可以找我们陪你出国，长居吗？旅游吗？不是长居，旅游吗？谢谢思琪，好像才意识到自己超口毒情。不会不会，完全没有发现，只是那边真的有点太，大家都在喊，所以福冈离台湾比较近。看你他进的也没听到，所以在 Discord 看到三个推同时宣布毕业，差点晕倒。不用担心，在整理行李。哎，毕业后还可以见得到你吗？嗯，我在想，如果我觉得实际上的真正的线下的面对面的那种可能比较难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。但如果说是 IG 的话，我可能如果现在的 IG 有沿用的话，我可能偶尔还是会发一些我的东西吧，我不知道，可能 maybe 我哪一天长得很好看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发的时候我就发。可能要开灯，我不知道，不用陪他住，谢谢。我们还是会见到他，我还是跟他很好。出国什么的非常欢迎，真假的？为什么？
可以天天发。对啊，我又不是直接消失哎、欸。有蓝勾几率不高。嗯，那可以把勾勾拔掉吗？上礼拜可能就先请好今天的假了。不要突然变十八起，不会。加推收把奖，可以了，可以加推了。每天都很难入睡，不开心账号吗？真的保留不好的话，我再开吧。现在的发文频率还是不要开好了。对啊。后面的窗很难改，谢谢啊！你现在发起集结，我没有办法参加呢。嗯，来，爬蓝勾勾更难，好吧？娱乐已经关了，嗯，他不是有开吗？自己的，他关起来了。放心，账号比较实在。我要怎么告知？P 主公也认真，超级无敌怕嫌小弟也要说拜拜。嗯，前阵子关了。蓝雨四八，嗯，年更有机会。不哭，也是完全脱离这个圈子吗？老实说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也是超不确定。其实我也是超不确定，我就是一个能做什么做什么的人。有机会我就去，没有的话，我可能不知道，会很多奇怪照片，对。丢个私讯就哎，也确实。通灵找到我新漫账号，也是你们这么会通灵，会在剧场看到你吗？嗯，搞不好哦。哎，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老实说，剧场好像也不错，至少风风光光的毕业演唱会，他握手。我现在的规划呢，就是好好的做完，好好的替我的偶像生涯做一个完美的结尾。而已。对啊，你们很快，你新账号感觉就会是女凡人，我也觉得。日薪20000，哇哦！日薪吗？日薪吗？我来喽！我要来喽！蛮适合什么的剧场吗？我也觉得，那自己说。有开再说，私生叔叔。会想到 YouTuber 吗 ？YouTuber 画的还好，已经死过没关系，辛巴威比没关系。记得不要放飞提手，努力好不好？我加油一下，我加油，还是高中生，哈哈。哎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请给我日薪20000，给我。放飞体重好像没可能。精英怎么了吗？精英就是胖胖的，哎，自己讲。要帮我做 VP 吗？好啊，你要帮我做吗？你要帮我做吗？你会吗？哎，我不是，我上次不是说我要自己做吗？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开，没有办法哎，开不了，没有那个动力，怠惰怠惰。
二十五分，我们输入法。OK。鼻子好痒。写信的时间都没有用啦。国际半途而废协会是。拜拜，上班加油。我是。会不会在 EN 组的新成员听到我声音？不会 ，EN 的话。发现请穿越走，开了一个不见了。会是警察？什么啦？塞尔达最近有玩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 Switch 啊。我之前玩的都是去玩姐姐的，嘿嘿。祈祷。女仆咖啡厅早一点半了吧？你说才一班吗？对耶，可是收不到啊。请问九哥当初是怎么决定和宿舍主找房子决定住在一起的？其实呢，这个部分就是很简单，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，然后就是，当然公司有提供宿舍，我们就去住。什么香香？什么啦？你们什么啦？你们很认真欸。会不会最后跟你在一起的是小青？哎，搞不好哎。现在才搞才一班参加成员毕业率超级高。对，七也要毕业才一班，不知道之后怎么办。会想当作家吗？还好，我对创作类真的是没有办法。香香是李楠的笔哦，李楠的公司。香香啊，嗯，那你会羡慕小青？太扯，你们太扯了。先跟爸爸说。老板是谁？到现在都还不知道。嗯，作家画家会饿死，真的哎。家人会担心到死掉。没有。法院长。对啊，你们认真在帮我找出路哎。出路搞什么？宿舍组在毕业前出一首四人歌。嗯，去山上开垦，我们去帮你种地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我之前有想过，哎，真的是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想要回，很想要去乡下过农村生活，农村生活也不是。就是很想要去乡下过那种慢步调的生活，但是我不可能，我真的不行，谢谢。没问题，再跟我说，谢谢。我想去做戒指，想做下一首，该复活了吧？还没，还不行。还是有个人还在的好吗？儿童就业辅导中心。头发都瘦了是怎样？先复活一半的他。有第一集，只要不知道第四个成员是谁就行了，怎么可能？
哦，真的假的？对不起，我在玩我的手机挂绳的接挂绳的那个东西，对不起。梦幻第六人是演戏和歌手比较想当哪种身份？不知道。掉了一根头发，太伤心了吧！天哪。狮子山超可爱，没想过哎、欸，超可爱。可是，一直都是你拿哎、欸，有啦，后来有到他拿，前面都是你拿。什么都变做食物，其实一直都在。很可爱，他胖，我没有看到。突然要讲公演的东西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知道。我们自己肯定是知道我们要宣布的嘛，然后你们知道，纵使距离，纵使在遥远，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哎、欸，本来就是毕业歌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，对啊，我本来之前。之前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，都会在想，每次都是在想说怎么办？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是那个来来回回，那个同一条路什么吗之类的。有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昨天那还是第一次，就是真的很认真，有把那歌词听进去哎、欸，十一月的早恋，我对你的眷恋，到现在还舍不得拆卸。近期的人会不会毕业？殊不知，可能歌词很容易，对，很容易。谢谢雨男牛粪香芋。谢谢博成的文手礼，还有牛粪香链。啊，鼻子好痒，救命啊！鼻子好痒。抢不到红包，毕业的才会进期待，也没用。加油，要认真上学。因为我真的是想说，就是我应该从很久以前。就有说过，且看且珍惜啊，或者是之类的。而且就是在最近做决定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想要跟你们说，就是因为你们多少也有通道嘛，然后就会来跟我说一些东西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。
我们不会做一辈子的偶像，总有一天，好不好？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都会毕业。就想说，谢谢。对啊，你还帮我分析，你帮我分析干嘛？我是在这个团体里面的人，我能比你不了解吗？超好笑。第一次，所以今年还有生日会吗？想一下还有什么路。这些不用经过好言同意了。哦，对，但是，对啊，我也在想这件事情，不用经过好言同意了，但是要经过我同意吧。谢谢博成的缘分项链。喜欢的表姐要移民，谢谢小浪客的缘分相遇，可以尽情使用你的肖像了吗？经过我同意。现在握手会还会让你们回来参加吗？我觉得吧，你如果是问我的话，毕竟我也算是契丹的选拔的成员。其实我也是还蛮想要参与一下的啦。大脸要到处出现，等一下，不要。因为你有拒绝机会吗？不，我现在还是 AKB 的人好吗？我还没有毕业，大家，我只是宣布我即将 ，you know， 闭上好眼，回小盒子吗？可能也是不太会了。你不是哈鲁的人吗？反了，是哈鲁是我的人。举步跳，你走呀。哈鲁是磕包的人哈，你看他说了他是我的人，乱讲。拜拜，感谢发糖，谢谢 AD 的小号角，谢谢。你真好痒啊，救命啊。为什么是 ASKI？ 哦，没事。谢谢 Pat 的掌声鼓励，抢不到票，没事了。那个有分哦，前后有什么意思吗？
谢谢阿成的救救你哟。泰国旅行团来新加坡玩，反正艺云也可以当上了，确实艺云很厉害，其实是认错人，笑死，前面是公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哈哈。谢谢一超的颗星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哈哈。没打好，而且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，但我应该说些什么？下一次吧，下一次，下一次。我如果有，我有空有打好的话，嘿嘿嘿，情报是很重要的。没有动力读书，太夸张了。君は分かってないよ。手写信呢？嗯，什么手写信？信不是传的吗？真假的？完了，没事的。手写字体。哎、欸，我字真的很丑，真的真的真的很丑，没有在变了。谢谢 YC 的粉丝相遇。看看他纸笔，纸笔还好吧？纸笔是真的比较小 free 一点，好不好？那看起来才像纸笔啊，有没有？听说字丑的人都帅哥或美女，对。啊，谢谢阿里。纸笔不是创意这个事。没有没有，那个是真的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说字很丑啊。ねえ、誰も欲しくずもない。怎么脱眼镜了？他有心灵肉汤吗？我没有看，他比的我不好，比的我不好，很严重的。可以打招呼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当然得请。对啊，现在也可以打招呼啊，怎么了吗？怎么样都可以打招呼啊。日本刚好，日记刚好用了。你想送给我，好啊，辛苦啦。
没有，球妹没有回来当什么。粤语的到好不好？我很忙哎、欸。鞋子都歪歪了，怎么会？为什么会？可以学完全宽恕吗？不行，我已经有失误了，越摔多简直笑死。我家是台中，南投是阿公家老家。可钟响了，雾凇动听，旋律洋溢，浪漫甜蜜，回荡瞬间，差点窒息。啊，对我，我大概在手牵手吧，手牵手的歌词我已经在难过了。你知道手牵手是什么？摸摸你紧紧牵住我的手，那笑容灿烂的多么暖和。我们走，有我陪你去，不是。噔噔噔噔噔，怎么小小的几句温柔？你说走廊的另一头，那个梦一直一直在等候。我们走，有我陪你去追求，怎么小小的几句温柔？却能够叫我勇敢振作，要一起感受很不在吧吧吧吧，忘记啊！你紧紧牵住我的手，不让我独自纠结迷失路口，在前头不厌其烦的提醒我，是拥有同一种梦想的朋友，而终究汗和泪从未白流，会化作晶莹回忆，却难着说。我们走，使劲的去追求，大声吼，努力彼此加油，要一起感受毕业的激动之类的。比较高亢的里面歌，对，所以就也是还蛮难过的啦。搬家了，对呀、啊，不要了，搬家了。朝向约定的舞台方向，全力以赴的出发。就算再苦再跌跌撞撞，绝不投降，披一丝。即将搬走，换新的住所。那天抽空约好的那晚一波，虽然说不太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我，常常总对自己干嘛？对自己的灯。
哇，很突然呢。连忙带走欢喜的住所，你的生活是否还过得不错？不准啦！昨天看到林杰发没有去到小巨蛋就觉得很难过。有啊，我们有去过啊。虽然不是我们的场，巷子里沿着路下去，有几兄弟的隔壁，层楼的公寓，忘记我不会唱哎，大巨蛋。啊，有几个啊？对哈、哦，有小朋友不能嗯，搬家嘛。巷子里沿着路下去，后有七千五丁的隔壁，五层楼的公寓。斑驳的布满脏痕迹，面向西南方大的这床舒服又温馨，一踏进不多虑就决定从四月起，是我的车马我的秘密基地，身边曾经封存真理堆积在心底，厚厚一叠的回忆，买几日用必需品，三天家具，清一新又重生的气息。哦，要他先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一个，就是手牵手，手牵手的第二次的主歌，副歌前不是我唱吗？然后那边的歌词我也有难过到，那边是把心中的植物想好，把心中的植物想好，忘记心中的植物想好好的嗯，反正就是也是那种的歌词吧，就有难过到。好好请一场，好好请一场。然后我后面又去牵小三美玲，真的是烦死了。没有要请客，即将搬走换新的住所，那天秋空约好的那晚一波，虽然说不太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我，常常总对自己开口，终于搬走换了新住所，风潮经过答应我上来坐坐，虽然里头狭小的不宽不阔，却都无法补救，因为爱残留着的洞。买好日记本了，很快耶，也是要清楚。是一种严重，不要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
光凭肩。你说副歌吗？哼，好长哦，这首歌。只光凭简单的几句，可能你也容易搞不清。左手不远距离，右肩头鼻息转不停。如果你真的弄不明白要怎么教训，一靠近我早已等着你，一通电话就行，立刻出发见你随时随地。暗恋切入秋之后，我们为某种目的逛着租房的资讯，不是争吵闹嫌隙，或谁的问题，像四季自然性的更替。哦，即将啊，刚刚搬走，换了新住所。若是寂寞，约好了这叙叙旧，透露着依然孤单一个人的我，代表什么？懂不懂？连帽带走，换了新住所。你的生活是否还过得不错？虽然角落旁的心里沉一般的重，却又无法形容，因为爱能活着的梦。学校住法法学校附近吗？我不要。而且真的很对耶，很重耶。半年前入秋之后，我们为某种目的逛着租房的资讯，不是争吵闹嫌隙或是谁的问题，像四季自然性的更替，很重耶。好会写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对啊，狮子也在歌词里，连猫带走。很不是那个重，很深，很深欸。超神的。不是那个重，很有重我的那个重，不是那个重，怎么说？很神，就很神呐、啊。我心我只是之中一直都没能够搬走。大众听好久，萨斯卡天乐老师没有错。我心我只是之中一直都没能够搬走。我知道啊，大中天，但我已经忘记什么游戏，反正是一个平面的东西。可以自己去。医生看医生游戏，嗯，看医生游戏。好想跳 reset， 好想跳 reset 哦。乘着温暖的风，睁开眼眸，把过去击破，是时候再从头。一口气振作，哎，是这样吗？
自己发现都这样，对，我发了我才想到，还是我等一下再发一次可以吗？到刚加入的时候，到也是可以，那是不行啊！我再发一次啦，我真的是发了我才看到哎、欸，好烦！嗨，记得吗？舞台上熟悉的灯光。早习围墙绚烂洒下晨亮的刹那，还没办法好好珍惜每一个他，也来不及将幸福收藏，却这样却这样被深深捧在手掌。怎么这么高啊这首好好珍惜每一个他，每一个还没办法哦，还没办法好好珍惜每一个他，也来不及将幸福收藏，却这样被深深捧在手掌。直到不远前方有守护的凝望，一双一双给我们力难听爱。直到不远前方有守护的凝望，一双一双给我们力量，像伙伴的胸膛陪伴热烈盈眶，欢乐悲伤同享，如水般无从分化，趁着温暖的风睁开眼眸，把过去击破已经忘记了，趁着温暖的风睁开眼眸，把过去击破，是时候再从头一个起振作。趁着温暖的风，今天之后有崭新的感动、我们就是 TTP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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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谢谢 Pat 的圆圆棒，谢谢老沙的圆圆棒。拼图，拼图，很会写，你要忙了，拜拜。风吹过，悄然剥落，墙边泛黄残破。海报挂手，一阵风的时候，记得我多牵手，
空眼的风，去成熟麦粒嘶吼，你的热情让我碰出了花火，这陈旧的感动，你是否还仍然挥洒着梦？日子默默一天一天的匆匆，而我也终究不得不远走。手里牢牢握住一片拼图，某次回头盘古，早已是半途，才发现抓不住那片拼图，是我最深处的温度。感觉都是我拉太高，那就是它很低，对我来说。天寒地瘦，跨越起流，你曾经告诉我，别怕伤痛，或许我才没用，被颠簸给重挫，随波沉默。对啊，它很低啊。看观众稀稀落落，座位旁留着空，不由得寂寞，这怀旧的感动，我是否还能够哼着节奏？灯光斑驳照亮身影的轮廓，此刻的你依然耀眼闪烁。巴拉巴巴拉巴巴，准备逃垃圾喽。你知道前四首超累吗？真的超累的，我从我们的风我就开始在累了，欸，超累的 ，Oh my god！ 等我一下，会参与到清单结束，清单正式的结束，会参与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累很快，真的很累。一五翻过化作风，一半吹风。
跟芒果，芒果也很累，手牵手也很累。下课钟是第四首哎 ，Oh my god， 我都要累死了。不是最后吧？不是最后一次啦。下个月连死的话，我真的会累死。reset 前四首会更累吗 ？reset， 洗衣服、女友跟午后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比较还好哎。不是应该要进步吗？怎么好像退步了？感觉到了，跳一半表姐看起来是快累爆，真的，我要累死了，我要累死了。谢谢，灵谷很好玩耶。果果发发沉沉，发发，果果发发沉沉，都有点难过，好像手牵手更累。对，榨干我最后的体力。我没了，我才21岁，我才21岁，我要念吧。下一次礼拜三播，礼拜三几点啊？我不知道什么。没错，且看且珍惜。李佳丽说她老了。李佳丽，李佳丽，你才21岁。21岁不老，你才刚开声音，你才刚来 ，what？ 很累耶，很累，超累的。义无反顾，化作风一般吹拂，随心所欲追逐，哪里都轻易踏足，假如。太阳仍继续炙热夺目，明早旭日揭幕，愿望就有成真的全思。嘿，刚去买了一罐八宝粥，要配你，对我要管了，很累，这个才是现场看现场的乐趣，不是吗？你才刚来，哪有？6点有我们啊！对对，大家不用担心，等一下还是会看到我。等一下记得来看《王国纪元》的直播，可以吗？一分一秒都不想错过。我要念榜了，等一下还有《王国纪元》的直播，大家我会啦，我会，我应该会。现场只是看跳槽，对，没有，我没有忘，我知道有工作。就是还有6点见，超时工作，你的盟主都躺着，哪有啊？念榜第10名是 AD， 谢谢 AD， 第9名是杨雄，谢谢杨雄。第4名是不是第8名是四季？谢谢四季，怎么会直接第4名？第7名是玉超，谢谢玉超。第6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5名是飞鸿，谢谢飞鸿。第4名是浪客，谢谢浪客。第3名是秋日红，谢谢秋日红。第2名是勇哥，谢谢勇哥。第1名是阿琛，谢谢阿琛。耶、yeah ！会打爆你们，不行，我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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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盾了，好，我等下去开。啊，我等下去开。突然失去玩王国的动力，不行，我还在。在，晚点还有王国的直播，大家要记得看哦。需要材料，需要什么材料？不会，还看得到我，我还没有毕业，大家我还没。看起来不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提醒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不用再花50分钟走回去好吗？我有看到你走回去的时间，超久，
好呢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等等见哦，拜拜。